真的吗，海哥？没开玩笑吧？真的，您在我们店里买了这么多车，不仅这辆车要送给你，一会儿啊还有惊喜，还有惊喜。这个车我喜欢好久了，要不是那个傻姑娘不让我买，地位很好啊。好什么好？包括哎呀，媳妇，我买车给你当惊喜，你不要就这样说我。哎，不是，这都是要怪小白，他老说他媳妇对他不好，说完还哭，我这老复合不习惯呢。那你不也复合说我不好了？哎，媳妇，你想啊，他娶个老婆每天备受折磨，如果知道我老婆这么温柔、漂亮、美丽、贤惠，你想他媳妇什么样，你是什么样，那能比吗？白袍一回帮我，什么动静？你帮我出来！你放回帮我。你回动啊你！这不是你自己说的吗？你说你老婆，别说了。恭喜啊，白鹏提车了，走吧，老公，我们回家喽。就，海哥，救救我！哎，我就是个卖车的，哎，你放手啊，鹏哥，你说实话呀，鹏哥。媳妇，他活该。我，小熊，他买的车都不便宜，他和海哥联手骗你。快走，快走吧。小白这个人撒谎成性，你看我从来都不撒谎，才能找这么好的媳妇。